我们第二天的早餐，那菜色跟昨天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刚刚发现一个东西，香香。好，这一次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行程了。开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密海湾，听说这也是澎湖唯一一个露营车。那我们刚刚进来，小迷路了一下，因为它路有点难找。这边真的超荒凉，现在离市区可能有一段距离了。走啦，这太荒凉了吧？我脚好痛。这也是 check in 的地方吗？我不知道。现在刚好可以去烧箭袋。那我带你去你的路程。好，走了走了。右转啊，右转。等一下。开灯，稍稍等，稍等。哎，我们到了。那有什么问题，再拨0933的电话给我们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商家铺，哇，这是商人商家铺，对、啊、对，然后他这边有一个还蛮大的，很大的朋友可以来吃饭的地方，很大的朋友是什么？可以来吃饭的地方，很大的朋友，不是他的，哇，苏爬，真的，你过来过来，看看，这应该是不用付钱的，雪碧跟苏爬，我是一个苏爬，有这个你们就，好、哦，不用是吧？我怎么管啊？对啊，冷气有点凉。我们进来右手边呢，它这边有一个小客厅，对，可以大家聚集在这边吃饭啊，然后看外面的海。我觉得景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如果大晴天的话会更漂亮。对，我们这两天都遇到台风，因为我们遇到台风。上厕所。啊，厕所。厕所也算蛮干净的。我想尿尿，你走开。每次都要尿尿，它这边还是有潮湿感，但是。不至于说有那种很浓的霉味啊。对，不至于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不错。我们这次入住这个密海湾呢，它的价格是4200，然后它有包含早餐。我个人觉得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哎。你看我们这个露营车前面还有一个小客厅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客厅，然后看出去就是大海。我觉得这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稍微整理一下，应该会更漂亮。这边隔音还不错，里面讲话都听不到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在这边外面骂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海边的小木屋的那种感觉。然后4200这种价格，我也觉得还算合理。这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飞机位置飞来飞去。现在时间大概5:30。这位是，这位大哥，这位队长，队长。我刚刚问他们要不要跟我下来，他们都说不要。耍废母女，我觉得这边要再做一点规划，应该会更棒。这边可以弄一个干净的草皮啊，荡秋千啊，烤 barbecue 啊，我觉得应该不错。已经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海味，哦，好滑。我觉得穿这个拖鞋有点滑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穿溯溪鞋，不然很容易滑倒。有海参，海参，海参，海参。有个海胆，紫海胆，活的呢。什么东西？那水母化石吗？哦，螃蟹，看到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什么鱼的。那是什么鱼？啊、好了，哦，弄起海参啊，而且水超干净的，嗯，水超干净。这是紫海胆吗？有一个眼睛，然后旁边还有蓝色的，很漂亮哎，酷哎，这里超漂亮，风景超赞，然后海水超干净，而且生态也超丰富，有海胆，有海参，还有螃蟹，还有大大小小的鱼。我觉得露营车前面就是潮间带，真的很赞。小朋友他们都不跟我来，我一个人也蛮无聊的，我要上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来澎湖啊，我觉得你有一天也可以选择来住这边，真的很不错。
有啊，没钱了，没钱了。那为什么还可以写？哦，这有什么好玩的嘞？有什么好玩的？好了，各位，现在时间大概8:30左右，我们要出去吃个东西。然后口罩已经没了，我只能带这一个草莓牛奶。草莓牛奶，对，草莓牛奶，你怎么记得？当然人家不知道，以为我是 gay。走啦走啦。好，走。阿玛，你要跟我们了？对，阿玛。阿玛要跟我们了？对。你确定？孩子都带不回来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要跟妈妈亲亲，我要跟妈妈亲亲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咋累呢？草莓最深。这车好吵，这车。We go， 等等等等。高科技，我们骑 GoGo 了，骑老板娘的 GoGo 了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好吧？等一下，那个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绕了一圈，很多店家都已经打烊了。然后妈咪刚刚有看到一间面摊，她去买，然后我想要吃这一间。一般是蛮赞，好不好吃？没了，她也打烊了。可以，那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。那就买鸡排、鲜茶道，然后还有沙滩味。我们买回来，老板娘她家吃，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各位观众，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不好吃，没吃啦，没吃啦。先生，请冷静。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露营车了，超偏僻，然后完全没有人烟，超可怕。而且现在还是鬼门开的时候。你要一直讲那个啊，你好烦哦。那个很恐怖哎。你讲比较恐怖。对，太鬼便宜了。哦。是真的很害怕，我。那我们开一开，要回到原点。哎，你不要再讲了啦。烦到你。对啊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安全抵达了。这是螳螂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螳螂哎，它不动。哎，它动了，它动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走走走走走。点的还不顺。原来是有的。今天时间8月3号的半夜4:15。各位，隔天的早上，昨天下了一场大雨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早餐，哇，蛮丰富的哎。对，还有两份在里面，然后搭配着海景，哇，这个海景太赞了。真的很有国外度假的感觉，而且你看这边过去就是大海。对啊，我觉得很舒服哎。对，真的超舒服。So depressed.